没人跟踪你吧？不至于吧你？怎么不至于？我不想你再失败，而且我到现在都胆战心惊，我生怕我的裸照有一天在网上被看到。已经有了。啊？你在哪看到的？你怎么会有？我从某网站上下的呀。完了完了，这下我没脸见人了。怕什么？又不是全裸。你不是女人，你怎么会懂？我当然不是女人了，而且我还很男人。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这个心思？嗯，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当初绑架我们的人其实是我安排的。什么？你脑子坏了吧？真的，我其实就是为了考验你一下。不可能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我真心的呀。你也太阴险了吧。没办法，谁让我身边的人个个阴险呢？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清楚每个人是什么人，你只是在配合大家演戏？哼哼，你以为呢？你也太聪明了。谢谢夸奖。所以你选择我的种子，算你有眼光哦。选。来吧。哎，你别动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很可能是怀孕了。真的吗？我已经两个月都没来了。哇，太好了！要不我们去医院看看吗？这点事儿怎么还用去医院？哎，试试试试不知道。对了，我觉得父亲不是孙女。为什么？已经光明正大的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东山再起了。我也听说了，但是会不会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呢？没有必要啊，毒丸的配方已经公布出来了，不就没有秘密了？没有必要这么做。也是，不过他不会饶了我，我必须先下手。你又要干嘛？别干我行吗？不干倒他，我永无宁日啊！是不是你和你爸也太狠了点儿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换了你，有人把你的公司整倒，把你送进监狱，让你的孩子跳海自杀，你会不会善罢甘休呢？唉，太累了，好做生意不好。涛涛，我答应你，整倒苏仁茂就收手，甚至转行都可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父亲是怎么回事。陌生人怎么可能会在我没公布配方之前就会有我们的配方了呢？不管了，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啊？就现在。啊？哎，好的，我问你，骆小曼呢？不知道。她请假了吗？没有，所有人都联系不上。她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没事，我们公司所有员工都买了保险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那么在意她？我，哎呀，你不懂。我不懂，哼，你就是个花心大萝卜。哎，女人，啥事都往那上面想，不跟你说了。那个新产品的计划书你看了吗？回头再说吧。哎，陆小曼，陆小曼，开门。陆小曼，陆小曼。陆小曼，陆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醒醒！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。陈总，我男朋友不要我。啊！好好好，我还以为多大事呢，早早晚晚的事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曼，你松开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陈默，你不要丢下我。你叫我什么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叫我陈默？因为我听侯子姐私下里叫过你陈默，而且我之前老是梦见一个女孩，她一直叫你陈默。小夏，我知道她是谁。你梦见谁了？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知道她站在我面前，别说了，真的是你害了我们全家。别说了，他说做人要善良，不要让你陪我一起死。你别再说了。怎么了？你别在这儿住了。为什么？别问那么多了。可是我没有地方住。我重新给你安排地方住。陈总，为什么要分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我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别管了，走，跟我走。来来来，进来。这是我朋友的房子，你先住着啊。每个人都害怕。你是谁？没什么，不用怕。陪我一晚。陆小曼，你在说什么？可是我真的特别难受，又孤独又害怕，我一个人不喝醉没有办法待。那行，我陪你喝点吧。来，喝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我在陪客户呢，喝酒呢，现在走不开呀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现在？休息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你别，小曼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。你别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。怎么可能？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，只要你有任何需求，什么时候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。嘴真甜。哎，他踢我了。去你的，现在就踢你了，成怪物了。怎么办啊？生下来啊。什么名分？都什么年代了还名分？不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唉，你爸不
会同意的，还有公司的一堆烂事，如果我们在一起就彻底暴露了。你放心，我爸管不了我，公司的事情也不用你管，你只要好好养胎，我一定会在孩子出生之前把事业上的事情全部处理好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你刚才跟谁在喝酒？我跟陆小曼。你的女秘书？是的，我严重怀疑她是苏仁茂的人。嗯，我就想利用她，正好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，而且她没地方住，我就给她安排在之前夏素云住的房子。你是不是觉得她有点像夏素云？是的。你是不是还忘不了她？没有，我从一开始爱的就是你，我跟夏素云之间只不过是逢场作戏，那都是阴谋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哎呀，这不是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吗？我又怕你生气，所以就赶紧先处理好就过来找你了。你怎么处理的？嘿嘿，我把他灌醉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过来找你了呀。你走吧。因为我真的走啊。哎呀，我不走啊。